填不满半排观众。还在这意犹未尽呢，刚送你花的男的谁啊？啊，你看到了呀？没有谁啊，就朋友。哦，朋友啊，哎，异性朋友之间送花还是玫瑰？这怎么了？我身边这样的人很多啊。哦，然后呢？很自豪吗？哎，我说啊，这是我的个人魅力，你又不给我送，还不让别人给我送啊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，谁身边还没几个追求者了？但你知道当我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会怎么样去做吗？你还有人追你啊？你笑什么？你觉得我身边真的没有吗？啊，是我每次面对这些的时候都不予回应，果断拒绝，是我想给你足够的安心和安定，是我每次把身边这些事情都处理得特别干净，让你看不到，所以更不会心烦，你明白吗？啊，可你呢？我怎么了？为什么要处理？我只是拿他们当朋友，又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情。所以这就是区别呀。什么区别呀？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，你为什么要你的方式强加在我的身上呢？我强加你什么了？感情本就该从一而终，双向奔赴，我都能抵得住诱惑，经得起暧昧，你呢？啊，你行吗？是他们向我献殷勤，我有错吗？我没有说你错，只是你可以有选择啊。